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。 今天的话，那个悉尼外海的浪非常的好，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决定去那个外海里面 looking， 因为最近天气开始热了，然后Kingfish 现在也比较活跃嘛，希望今天能有 King 吧，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。今天我们钓组也是比较简单，我用是80磅的主线，60磅的直线，然后一个 popper。抽中假诱的话，一定要戴手套。哇，马上中鱼了。哦 ，Taylor， nice。来了。Yeah， Taylor。中了，这就是我们的 King， 哇，还不小啊，这条挺大的。看一下鲤鱼，哇，挺大的。我放了一下。啊？想待会看能不能在鱼上拍个照。哦，应该够吧，在那里。死了吗？没死啊，它就流到下面去了。你觉得够吗？量一下。我觉得应该。我有尺子，我有尺子，我帮你量一下。估计差不多了。我看到，我觉得稍微小一点。嗯。但是60-65就应该可以。哦，是，感觉好像小了一点。是吧？然后嗯，在水里。水里面看着还行吧。嗯。我量一下。哦，小了吧？对，60。大概多少？对，刚好60，61吧。哎呀，那还近了吗？要不你就哦，应该可以了。我也撸一下铁，我刚才撸泡泡撸累了，铁还轻一点。你确定吗？哈哈哈哈。因为铁你得快。铁累啊。铁是吗？
我很少撸铁，我不会撸。试一下，就是哗哗哗快速。不行，累趴了。你又中一条，哎，狗棍啊，不是，累死了，哇，挺大的狗棍。对，抽的太累了，然后我们换一下这个 running sink。就是一个二号的铅，然后加一个小钩子，加点鱿鱼，我们试一下吧。中了，我的应该是鲳鱼来的，这么大的黑鲳也挺爽的。对啊，鲳鱼好多，下去就吃了。不过这一不小，可以拿回家，还不错。今天漂钓第一条鱼，鲳鱼，不错，继续努力，能弄一盘回家就可以了。哇，啊，出现，我说牛逼大了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黑毛，力量这么大。大黑鲳，哇，这里的黑鲳很猛哦。哇，又来了，哇，挺大的。臭度也叫19公，上升。又中了，哇，这里的鲳真的很多。哦，不是，是臭肚，小青衣。这一条漂亮的小青衣。好，我们放生。哇靠，哇，这里鲳鱼真的很大，哇哇哈哈，哇靠，哇，这里鲳鱼很猛啊，战斗力非常强，跟黑毛有的拼。
放到深水一点的地方，等一下太阳太大，我不想它死了。哇靠！哇，中了！漂亮！苍蝇好猛啊！哇，这条小一点，哇，直接这是不是拿嘴吃的，拿眼睛吃的？我有咬过，但是还没中。我靠！我靠！哇，很大鲳鱼。这边鲳鱼都是很大，哦。好有力量，挺难得能钓到这么大的鲳鱼的，它们力量真的挺大的，就是爆发力很强，战斗力差一点，相对那个黑宝来说的话。哇哇，又是鲳鱼，挺大的。包厢鲳鱼，哎，我这好难走吧，好难走。好，再见。中。哈哈哈！鲳鱼，今天是爆钓鲳鱼了，不爆别的，爆鲳鱼也行，是不是？一般来说，这种的话已经挺大了，不过我已经有好几条了。这条的话 ，size 差一点，就不留你了哈。中了，哦，哈哈哈。臭肚。完了炉子了，吞钩。哇，你们弄了海胆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哇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试一下。剪了吧这个。很烦。肥，我靠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这个河胆肥吗？好好吃哎！我觉得它比钓鱼还爽，超好吃的，哇，好甜啊！啊，你要吃老鼠。这好多好看。Yeah, yeah, 老总。啊，能过去的，我们 there is a。行吗？我操！牛逼！能不能上来？你拍。这个牛，哇，这个超级大的。这个拍张照，拍张照。哇！哦，你戴着这个手套。对。超级大的，比手掌还大。对。哇靠！牛逼。
哇靠，重！好，又是大黑鲳。又是大黑鲳，哇，中！啊，收干鱼，最后一条，哇！好，最后一条收干鱼，刚好够，快回家了。哇，你看多肥！超级肥的，你看，我们弄一半出来看一下。你看，哇，超你，嘿，海水清洗一下。嗯，要什么？嗯，好，谢谢。嗯，好吃。哇，真的在这边，我就说不知道是因为这边还是干嘛，真的超级肥，超级甜的。嗯，好了啊，我们今天 Kingfish 里结束了。今天除了一帅哥钓到一条Kingfish 外，我们几个人抽了半天的铁板也没有。但是后来用 running sinker 的时候钓到不少大黑鲳，还不错。其实我也挺喜欢吃黑鲳的，那下次我们再来尝试一次吧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